不感冒啊，搁唔肯去病院，只好先摕药仔互伊食看卖，看会较好无？小姐，要吃啥？我不是来吃物件的啦。请问你是不是请一个咧洗碗阿桑？我要找伊啦。哎呦，莫讲啦，昨昏来一天吼，就无来啊，卡手机也无要吃，啊，吃到这个岁数还阁安尼。哦，歹势呢。材料哦，先甲准备一下。我感觉头壳晕晕，啊，我就坐落来，我都唔知影人啊。阿姆，你伫发烧呢？行，我带你去医生看。哎呦，你莫大惊小怪啦。我，哎呦，啊，我明仔载才来看麦啦。啊，那吼有够发烧，明仔载才吃药啊啦。这嘛是几点嘛？哎呦，你才一点嘛？啊，我要来准备一下，我来备来名单啊。哎，阿姆，你身体都安尼，你莫搁想工课的代志啊啦。我带你来医生看。跟你讲唔免啦，我明天回来，我困一醒，明仔载就好啊啦。袂用的啦，因若唔管怎，我袂去让你出去啊。你若外去看医生哦，上无你留在厝内底休困，来。总共一句啦吼，因为我亲身出马吼，所以家己要大声甲唱出来。你讲，恁阿母够厉害无？听你讲个嘴甲全破啦，啊是真诶，啊是你都在碰风啊？我啥物咧碰风啊呢？我是千真万确呢。我讲，考察团遐个人哦，听着我咧用心解说了，一个啊一个拢叫我感动到哦，目屎要流落来啊！哎呦，你这样也是厉害呢。对啦，妈，爸讲的吼，差不多拢对啦。要唔讲吼，只是检查上关键的代志。迄就是吼，这个合约会当提上来，有一个上重要的幕后工程。对，会啥个？啥？嘿，人就是我。什么你啦？嘿，当然嘛是我啊。卡叔讲吼，不是我提蛋糕去巴结秘书，咱根本就无可能入去会议室嘛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味蕾能融化人心。哼，啊，人生中哦上重要的场合，绝对袂当无蛋糕。哦，一定要有蛋糕。你干嘛去？你干嘛吧？嗨，起来，卖跑啦！两个拢坐咧食水果，食水果，爸。来，我本来早咧想讲吼，这件代志，卡叔若是无法度解决，啊，咱咧家云吼，就真为难啦。啊，大姐嘛，总算有好结果啊。本来我来怀疑讲。这个志明对佳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？啊！我今仔日哦，还要欢欢喜喜啊，看上去啊，怎么样？我也想想做啊。阿兰呢？你满意啊？哈？算及格了。啊！啊！安尼才算及格哦。爸，你看三姐今仔日外礼服，哦，一看就是贵桑桑的。那一定是志明哥替伊准备的嘛。这丢人包哦，真歹白给呢。什么丢人吧？因都还袂来提亲呢。哎，爸拢爱志明哥甲三姐带转去啊呢。什么带？我哪有在带？我是叫伊甲带转去，不是出。我是叫带回去啊。哦。袂乱来哩。啊，若是讲到这吼，这志明甲佳云若阁继续来往，可能吼因随时拢会来提亲呢。啊，刷落去。咱都要准备嫁妆啊！哎呦，还要紧哦！
无你要甲查某囝留厝内面，啊做老公婆。我先烦恼讲吼，这志明到遮尔好嫁着，啊到时咱要给佳云的嫁妆，嘛袂用想要当生呢。我对每一个查某囝拢真公平吼，拢是我的心头嘛。好啦，嫁妆的代志，我会烦恼好些。爸，既然因拢是你的心头吧，那安尼我是啥物吧？你，你去照镜，你敢那低头吧嘞？我那个低头的。喂，嘉文啊，安哪样？哦，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你家己嘛要注意家己身体呢。啊，有啥物状况，随时打电话倒来吼。嗯。啥代志啦？嘉文啦，讲预言发烧啦，啊，无要去予医生看啦。啊，当。家己身体无好，还阁袂晓好珍惜，安尼是变哪趁钱啦？别紧啦，等下我买一罐退烧药给伊，哦，等，免紧张啦。阿姨，我拄仔看医生人客上车的时阵，哦，袂就是恁家女主人足有办的呢。二房若做到黄爷爷，敢那会予人讲闲话啦？我轻轻送人客，就是要让人知影，我讲话未比回信较细声。珊珊，这你爱学起来，知影无？唔知影。你是你无欢喜啥？你明知影阿妈会邀请佳云姐来，是安怎你阁超过要邀请 Cindy？ Cindy 甲咱有生理上的往来，请伊才袂失礼啦。那是你的借口，你根本就想要看老来，看大遐为难。伊若是会为难，迄个表示伊还袂甲心底放袂记，对佳云无够真心啦。你应该去甲恁大兄开破，毋是甲我大细声。是讲，你若有佳云甲心底拢来呀，恁约看卖，志明哥会送上顿去。你讲嘞？我当然是支持心底啊，一定是佳云姐。这我嘛约袂出，来去看卖啦。嗯。感冒才拄好尔，搁走出来面生人吗？执行长，你哪会走来？来看你，嘛来学路哩。哎呀，你的表现真好。亲戚朋友大拢真介意你，对你有真好印象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工课。工课嘛，分做了好，做了歹，敢不是？你有满意的话，除了学路哩，咱要甲你回去嘞。为什么？我唔知心底会暗夜来。你都讲你唔知影，所以咪回去嘞啊。执行长，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你哪唔讲话啊？我感觉你想伤济啊。工课就是工课，我袂受任何人影响。安尼就好。我投降你。青个。我要走啊。我叫你青个。我袂你阁感冒。我知影你有你的顾虑啦，啊，不过只要你点头，咱随时会当通就过去办款。我知影。在志明的心内，伊有可能早就已经选择佳云啊。约你写送下。
你安尼心底会误会。你就是我的女朋友，你有啥物好讲的？执行长，我唔是你的女朋友，咱的心内拢真清楚。你真真正正女朋友伫个遐，你去找伊。我要走啊。胡佳韵，莫再来哦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你爱尊重我。胡佳韵，莫袂记第七条。 第七条，你袂当过问我的事实。我唔是过问你的事实，我是关心你。我根本无需要你关心你，听无用。你怎啊袂甲我讲一声？佩姐。 我唔是要甲你变古小意思，我拄则看到你甲佳韵在讲话，我就无去找你啊。佳韵人咧？你走啊！你哪会不爱送伊回去？你叫我来找你。其实我唔感觉真好笑啊，为啥恁两个要甲我塞来塞去啊？ 有可能因为我的出现，让伊感觉无自在。袂，伊是接近台风查某囡仔，袂因为安尼就感觉无自在。看起来你真了解伊，我真替恁欢喜。我先来啊。我送你吧。唔免啦，查某囡仔佫较台风，嘛无可能会接受家己的男朋友。 志明哥两个拢无送，哪会安尼啊？吴佳韵，既然决定要退出这段感情，你就不应该艰苦。你有啥物好艰苦的？ 家人不爱好志明送我回去啊！我今麦阁公公徛伫迄遮，到底是会等啥？太多，我哪会对青蛙妹这样激动啊？而且为啥心底的感情会这样受伤？我无拒绝心底的感情，我无想要改变。 看起来心情就好个哦。迄当然啦，伊个咪活动哦，办了遮尔顺利，而且志平个饭店嘛确定要甲亚玲合作啊，我有啥物理由心情歹？嗯，你讲个嘛无唔对啦。即嘛有加分咧斗三工，咱对志平哦会当更加放心，所以我希望哦，从今以后这对加分。
卖阁有遮侪意见啊啦。伊敢是甲因爸爸了些麻烦吼，做补救尔，安着家买收起。你之前伫志明办公室是安怎共嫌的，拢袂记得。顶回确实是因爸爸做唔对代志，我安尼讲嘛是应该啊。哎，你既然有法度甲了出来麻烦我后爸，这算有本事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接受伊咱做咱新妇？我不是讲过啊，囡仔感情的代志，不是我应该插的。只要妈妈欢喜，志明欢喜，我拢无意见啊。啊，我咧。我知，我知影你对家训哦是无满意，我即下毋是咧甲你苦劝啊。你应接受吼，我无法度接受啦。哦，唔对啦，伊的出身吼，伊家表现算作好个呀。啊，不过这款查某囡仔吼，就是无法度上台面啦，佮较免讲吼，以后要安怎帮助志明？我咧看啦。伊家训今日处理代志的方式，我感觉伊真正有这个心，嘛才有能力的。你袂因为伊出身安怎，就讲伊有法度还是无法度，这是足无公平的。我嫁来林家三十多年啊，咱林家需要什么款新妇，我上了解啊。干那有吼出身好，伫上流社会，能甲人交际应酬的人吼，才有法度帮助志明啊。啊，咱轻轻彩彩找一个普通查某囡仔来，我是要教外国才教会晓。好啦，既然你这么反对加分，我问你啦，你认为啥人上适合志明？当然是心理啊，伊家世好吼，大场面阁看济啊，因爸母吼甲咱阁有生理的往来，伊是上好的人选。就算讲心理适合，志明甲伊在三年前已经分开啊，咱即马讨论伊，敢有啥物意义？分开会用阁做伙啊！而且吼，我知影心底还阁无法度甲志明放袂记。这我嘛想会着啦。按我进前伊莫名其妙离开，害志明失职遮尼久，你就足无谅解，谁人这么汹涌，阁会当接受伊啊？伊有伊的苦衷。苦衷？啥物苦衷？心底破病，让妈妈逼伊离开。这大个代志，我是要安怎甲清凉讲嘞？你现在到底有要讲无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伊就考奖啊，再离开志明啊。就算讲有考奖啦，恁大家家家甲我同款哦，卖追求就好啊。啊，你敢知影志明对伊有够感情无？啊，若志明无愿意甲伊交往，你想想这么多。也是家己加头疼尔。还阁有啦，我会提醒你，即间厝内别项代志，拢是妈妈讲的话准算。无论你是欢喜帮新弟做咱的新妇，拢共款，做代志袂用违背妈妈意思。我知影啦。我跟你讲啦，若是要望新弟做咱新妇，不如安尼啦。为即马开始，你好好啊甲家训看家。伊巧巧查某囡仔，只要你愿意教，伊一定会。